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很多人都在问，以太坊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不是 Solana？ 看起来很合理，毕竟这几年 Solana 在速度还有费用上确实威胁到了以太坊， TPS 能到几千次，以太坊的主网只有15到30次，手续费呢 Solana 几分钱， ETH 要几十美元。但其实更有意思的是，以太坊的真正的竞争对手不在外部，而在体内，也就是说 Layer 2， 没错， Arbitrum、 Base、 Polygon、 ZK、 EVM 这些你每天都在用的便宜版的以太坊，既在帮以太坊扩张版图，又在悄悄地抢走以太坊的收益。这看起来像什么呢？像一个帝国主动培养的诸侯，诸侯呢帮帝国去开疆拓土，同时瓜分税收。所以问题是，这是养虎为患还是暗藏杀招？这是自杀还是升级？今天呢，我们就来搞懂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呢，以太坊到底靠什么赚钱？第二， Layer 2为何既是威胁又是机会？第三，这场博弈谁才是最终的赢家？好的，咱们就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首先呢，我们得搞搞清楚以太坊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以为就是收 gas fee， 这个理解其实只对了一半。让我们打开以太坊的财务报表，看看它的收入来源。收入来源一，交易手续费。每次你在以太坊上转账或者使用 dApp 都要支付一定的 gas fee。这笔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基础的费用，直接销毁，这让 ETH 变得更加稀缺。第二部分小费给验证者作为奖励。2021年牛市的时候，一笔普通的交易的 gas fee 能到50到100美元。你能想象吗？转100块钱要付50块钱的手续费，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抱怨。收入来源之二，质押奖励再加上通缩机制。2022年的9月，以太坊完成了合并，从挖矿转向了质押，这带来两大的变化。第一是质押的奖励，全网有3000多万枚的 ETH 质押，相当于锁住了700亿美元。验证者因为打包的交易会获得新发行的 ETH 奖励，这个就像发工资，来源是新印出来的 ETH。 第二是手续费销毁， APE 1559，每笔交易的基础费用会被直接的给销毁掉，这个就像公司回购股票让 ETH 更加稀缺，两股力量对冲，一边呢是新增发行，一边有燃烧销毁，在牛市的高峰期销毁甚至多股增发，导致实际供应负增长。这意味着 ETH 不仅能给质押者提供利息，还能因为通缩而变得更加值钱。收入来源之三是生态的地位，这个呢才是重点。以太坊不是靠收费赚钱，而是靠当央行来赚钱。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想想美联储，它不收每笔的交易的手续费，但只要美元是全球的货币，美联储就有巨大的影响力。 ETH 呢就是 Web3 世界的美元，所有 Layer 2最终都用 ETH 来结算， DeFi 的主要资产以 ETH 计价，安全性也依赖以太坊的主网。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 Layer 2抢走了多少的手续费，而是 ETH 的货币地位到底稳不稳，这是理解 Layer 2战略的核心。那么以太坊的 Layer 2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 Layer 2就是以太坊的快速通道。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边，以太坊就是一台计算机，里边我详细的介绍过 Layer 2的原理。这里边呢，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它的核心理念。 Layer 2就像以太坊这台计算机的协处理器，以太坊的主网就是 CPU， 处理核心的任务，保证安全。 Layer 2呢，就像以太坊这台计算机里边的显卡、声卡，负责大量的日常计算，效率更高，但它们都依赖 CPU。 有了 Layer 2以后，具体的效果会怎么样呢？手续费从过去的20至100美元降低到了 0.1 至1美元，交易速度从几分钟降低到了几秒钟，容量呢从每秒的15笔增加到了上千笔。关键的是，所有的 Layer 2最终都要向主网汇报，借用主网的安全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电脑的声卡显卡没有 CPU 能运行吗？ Layer 2也是这样，这是理解后面内容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来进一步的彻底的了解 Layer 2和以太坊的关系。你可以把以太坊的主网想象成是一条主干道，2015至2020年黄金时代，这条路还算通畅，过路费
要收到5到20美元，普通用户也能用得起。 DeFi 和 NFT 开始萌芽，2021年拥堵灾难， DeFi 爆发 NFT 热潮，数百万用户同时涌入，这条路变成了全球最拥堵的高速，过路费飙升到了50到200美元，一次代币交易就要等30分钟，普通用户直接被挤出了这个生态。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有一个案例，一个用户想要转100美元的代币，结果 gas 费要120美元，这意味着资产直接被冻结了，因为转出来还要亏钱。结果呢，很多用户绕道去了其他的城市。索罗纳的高速便宜但经常宕机， BSC 的快速路便宜但中心化高， Avalanche 的环城路快但生态不足，以太坊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选择 A， 继续收高额的过路费，短期收入高但用户流失，最终可能被其他的供应链所超越，选择 B， 主动的修建分流系统，牺牲部分的过路费收入但保住了用户的生态，长期保持主导的地位。以太坊选择了 B， 这个就是 Layer 2战略的诞生。于是呢，奇观出现了，主干道旁修了十几条的快速的辅路， Arbitrum 的快速路 TVL 超过了180亿美元， Optimism 的高价，生态繁荣，有治理的创新， Base Coinbase 的 Layer 2主攻消费的应用， Polygon 的 ZKEVM 主打游戏和 NFT 的市场。还记得我们在 ETH vs Solana 里边讲了联邦制的模式吗？这个就是以太坊的核心策略，联邦政府也就是主网负责安全和仲裁，州政府各个 Layer 2处理日常的事务，提供特色服务，每个 Layer 2都在自己的赛道上深耕。 Arbitrum 专注 DeFi 协议， Polygon 主攻游戏娱乐， Base 面向普通的消费者， Optimism 探索治理模式。现在的情况是主干道承载大额的转账和 Layer 2结算，每天交易约100万笔，平均的 gas 费10到30美元，分流系统也就是 Layer 2承载 99% 的日常交易，每天800万笔以上，平均 gas 费 0.1 到1美元。表面上看主干道收入下降了，日均 gas 费从过去的5000万美元降到现在的300到500万美元，有10倍的下降，但实际上呢，整个用户量增长10倍以上，交易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时候以太坊的角色从过去的收费站变成了交通部，不是靠单条的道路来收费，而是靠整个的交通网络增值，不是赚手续费，而是巩固 ETH 的货币地位。让我们再看一组真实的数据，量化一下 Layer 2的影响。以太坊主网的收入变化在2021年牛市的高峰期5月份，日均 gas 费5000到8000万美元，月度的总收入超过15亿美元， ETH 处于强通缩状态，销毁多过增发。2025年的现状什么样呢？日均 gas 费300到800万美元，月度的总收入约1到2亿的美元， ETH 的通缩程度明显的减弱，看起来损失非常重。但看看另外一方面呢， Layer 2的生态爆炸性的增长，总锁仓价值 TVL 超过了400亿美元，Arbitrum 约180亿美元， Optimism 加上 Base 大约100亿美元，其他的 Layer 2大约120亿美元。日交易量的对比， Layer 2的总交易量800到1000万笔每天，主网的交易量100到120万笔每天， Layer 2的交易量是主网的8到10倍。用户的增长呢， Layer 2的独立地址数超过5000万，很多的用户只用过 Layer 2，从未接触过主网，他们就是被低手续费所吸引过来的。所以说如果没有 Layer 2，这5000万的用户很可能就去 Solana 等其他的攻略上面去，以太坊可能失去整整的一代用户。现在的情况是主网 gas 费收入下降 80% 到 90%， 但生态用户量的增长 1000%， ETH 使用的场景更加丰富了，整个联邦的版图在扩张。这个就像亚马逊，利润不高但市场的份额巨大，最终成为不可撼动的巨头。当然呢，这个策略也有风险，最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某个 Layer 2发展的太好了，会不会自立门户。你可以想象一下，某个 Layer 2生态完全成熟，用户再也不会主网了，甚至开始挑战以太坊主网的地位，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Layer 2很难独立。首先是技术上它离不开，还记得鞋处理器的比喻吗？鞋处理器再强大也离不开
CPU 的指挥。目前所有主流的 Layer 2的安全性都依赖以太坊的主网，他们必须定期的把交易数据打包交还给主网，就像各州的法律也要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脱离主网，安全性大幅下降，用户凭什么相信你？第二是经济上离不开 Layer 2上的 gas 费，最终呢都用 ETH 来支付，这保证了 ETH 的货币地位。用户想要进 Layer 2，必须先持有 ETH。所有的经济活动本质上都在消耗 ETH， 形成了一个闭环。Layer 2越繁荣，对 ETH 的需求越大。第三是品牌上离不开，以太坊 Layer 2本身就是强大的背书。用户相信 Arbitrum 是因为背后他相信以太坊，开发者选择 Layer 2也是因为 ETH 的生态。如果某个 Layer 2宣布脱离，用户第一反应是这还安全吗？但风险确实存在。第一，用户的习惯已经固化，很多用户只认 Layer 2，不知道主网，也不关心，长期可能削弱主网的存在感，就像很多人只知道支付宝，却不知道银联清算系统。第二呢，是生态的分割碎片化，不同 Layer 2之间资产的转移非常复杂，单个 Layer 2形成了一个小生态，用户和资金被分散，难以聚合。这个就像联邦制的缺点，州与州之间的壁垒。第三是竞争的加剧，利益冲突。 Layer 2为了抢用户，可能减少向主网提交数据， Layer 2发行自己的代币 OP ARB， 可能稀释 ETH 的价值， Layer 2之间互相竞争，甚至演变成内耗。所以以太坊必须在放权和控制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一种有控制的分权战略，既要给 Layer 2足够的自由创新，又要确保他们离不开主网。那么以太坊凭什么相信 Layer 2不会反叛呢？他手里握着哪些的杀手锏？杀手锏一，数据可用性 DA 层。 Layer 2必须定期向主网提交交易数据。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如果 Layer 2作恶，比如说凭空印钱，任何人都能够在主网数据里边发现，主网就像公开的账本，记录所有的 Layer 2行为，没有主网的背书， Layer 2无法自证清白，就像联邦政府掌握州政府的财务审计权。杀手锏之二，提款权。用户在 Layer 2上的资产最终可以提款回主网，这个权利写在主网的合约里边， Layer 2无法篡改。意味着什么呢？即使 Layer 2崩溃或者是作恶，用户也能通过主网拿回自己的资产，这是用户信任 Layer 2的根本。 Layer 2无法绑架用户的资产，就像宪法保障公民的迁徙权，你随时可以离开某个州。杀手锏之三，流动性和网络的效应。以太坊主网拥有最多的流动性， DeFi 的锁仓量超500亿的美元，开发者最多，全球超过 60% 的区块链开发者都在以太坊上，用户认知最高。提到智能合约，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太坊，基础设施最成熟，钱包、交易所、预言机、跨链桥一应俱全。这些网络的效应 Layer 2很难复制，他们可以更快更便宜，但难以建立独立的品牌和生态。杀手锏之四，路线图的掌控。以太坊基金会和核心的开发者掌握着技术的演进路线， APE4844 已降低了 Layer 2的数据成本的 90%， 完整的 Dunk Sharding 将进一步提升第一层的效率，账户抽象，改善用户的体验，让 Layer 2更加容易使用。这些升级都是为了让 Layer 2更好的服务以太坊的生态，而不是说你脱离生态。所以以太坊给 Layer 2足够的自由创新，但通过技术架构、经济模型、品牌效应牢牢的掌控的核心权利。就像我们在 ETH vs Solana 里边说的，这是联邦制的智慧，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既有效率又有控制。那么这场博弈的结局会怎么样呢？我在这里给出三种未来的场景。场景一，联邦繁荣 65% 的可能性，以太坊平衡扩容与控制， Layer 2各自发展特色，但都依附于主网的安全， ETH 成为 Web3 的储备货币，就像美元在全球金融系统里边的地位。关键的指标， ETH 市值占加密总市值 15% 到 25%， Layer 2总的 TVL 超过主网，但经济活动都用 ETH 来结算，以太坊继续主导 DeFi、NFT、游戏等核心的赛道。场景二，群雄割据，可能性占到 30%。某些 Layer 2做大做强，开始挑战主网，区块链出现多个准主权国家，用户在不同的链之间频繁迁移，行业形成新的平衡，
以太坊、Solana 某些大型的 Layer 2三足鼎立，关键的指标是 ETH 市值占比跌到 10% 以下，出现多个独立品牌的 Layer 2生态，跨链技术成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场景三，帝国衰落 5% 可能性，其他的公链技术突破全面超越以太坊， Layer 2战略失败，守不住主网的收入，也留不住用户，以太坊沦为传统的公链，影响力下降，关键的指标以太坊市值占比跌到 5% 以下，开发者大规模的迁移到其他的链上， DeFi 和 NFT 中心转移。我的判断，场景一的概率最大，原因有三个。第一呢，技术的护城河， Layer 2的架构是以太坊的原创，其他的公链难以复制联邦制。第二是先发的优势， DeFi 的核心协议， NFT 主要的市场基础设施都在以太坊上。第三是路线清晰，从 The Merge 到当Sharding，以太坊的技术演进明确。对比 Solana 的地质模式， Solana 追求极致性能，但单点的风险极高，以太坊选择分层扩容，安全与效率兼顾，最终谁会赢呢？可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有市场，但关键在于执行。以太坊必须持续的创新，保持领先，同时让 Layer 2自由的创新，又不能够完全独立。回到开头的问题， Layer 2抢走收益对以太坊来讲是不是致命的？我的回答不是个问题，而是一个解决方案。短期来看确实有损失， Gas 的收入下降 90%，主网的交易量减少，通缩效应减弱，但长期来看收获巨大，用户量增长10倍，生态更加的繁荣了， ETH 的地位稳固，成功的抵御了竞争。这个就像微软当年开放 Windows 给到硬件厂商，短期少赚了很多的硬件的钱，长期呢却统治了整个的 PC 时代。虽然有德尔、联想、康柏等多个品牌的 PC， 但系统都是 Windows，也像谷歌一样搜索免费却掌控了入口，安卓开源却主导了移动的生态。以太坊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不靠收费赚钱，而靠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所以在科技的世界里边，最赚钱的往往不是收费站，而是高速公路的本身。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现在轮到你了，你觉得以太坊的这步棋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如果你是 Layer 2的创始人，会选择独立还是依附？5年以后你认为哪种场景会成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密星球。想深入的讨论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